山的人飞到几万里了，他们搭着飞船往下看是什么样的风景，在海上游荡的人从没发动过轮船，他们扔掉指南针，无风的要过完一天，而我在宇宙和海的中间，我是民间的伊卡洛斯，飞得太低会坠海而死，靠近太阳又消化我的翅膀。山的人飞到几万里了，他们搭着飞船往下看是什么样的风景，在海上游荡的人从没发动过轮船，他们扔掉指南针，无风的游过完一天，在宇宙和海的中间，我是民间的伊卡洛斯，飞得太低会坠海而死，靠近太阳又消化我的翅膀。如果你要给我救赎啊，告诉我世上没有告诉我，世上还有。